好，这个是蓝光眼镜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个是我的啊。你们看一下。哦，有不一样的那个，看一下里面颜色就可以决定啦。这个是我的。哦，对，你们拿到对的。嗯。蓝光眼镜，然后可以试看看。那我要戴戴看。那一层膜呢？那一层膜，你小心拿哦。还要真的在戴眼镜。它就是眼镜啊，蓝光眼镜。然后它的镜片都尽量不要用手摸，因为你用手摸它都会油会起雾。我看这里，尽量就是让它干净，因为有时候要不然它就容易坏掉。你打开，对，我真的觉得镜都没那么亮。它就是蓝光而已啊，就是让你蓝光的那个辐射不要那么强。对，来，然后你可以去拿 iPad 过来看一下，看的感觉没有很亮。用眼睛看看，然后里面播放你按。好，然后再戴眼镜看一下，有差吗？你觉得有差吗？但是我要偷看。如果是你，你要不要先亮光？因为你现在是背光，你要这样子看。你觉得有差吗？有差，就感觉比较暗，比较模糊。哪里比较模糊？不要看。我说这样看。会比较颜色比较暗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吗？你看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随便看一个眼镜。你会不会很紧？会不会很紧？你先不戴，然后再戴，现在可以感受得到。不戴，然后戴，就感觉比较暗一点。哦，它就是让你那个啊，而且如果你有起雾的话，它就有雾气哦。像这个你就有起雾，你有雾气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它就会自己消掉，所以起雾就会这样子。这是蓝光眼镜，买给小朋友的，因为有时候怕近视，所以需要能够。怕近视，所以需要遮一下蓝光眼镜，有差吗？没有，有差，就是你这样子会比较亮，然后这样子也会比较亮，就感觉暗暗的。对啊，分享给大家，这是我们买的蓝光儿童眼镜，虾皮购物的，好，跟大家拜拜。